快乐向前冲，重要吗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大神版，哎，兄弟们，认清楚自己的身份是有多么的重要。哎，一看到这个我都不想跑。哎呀，小叶妹妹，看来今天第一名你是拿不到了。哎呀，我，小雨姐姐，你坑我啊？谁？我连你人都没看见。你胡说，就是你。粉粉们看到他在坑我。走得跑那么快干啥？哦，默默是最后一名，默默，你能超越妹子吧？哎呀，话还没说完呢，妹子这个菜狗就没了。狗狗跑那么快干啥呀，狗狗？哟 ，nice！ 哎，超越地瓜就是这么轻轻松松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前面的那个是谁？哎，我这跑第一名了！哎，我这跑第一名了！地瓜妹妹，哎，你别在那儿啊！哟！我认！哟哟！哟！你走开，默默，走开！哟！啊！快走，快走，有人超过你了，有人坑你！有个鬼超过了，就骗人！这里的山落水吧，我哎！哎呀，这一下都不等，能不能等等？哦，慢慢走哟，慢慢走。我天！别忙，慢慢别忙，路没了。九！我丢！我完了！我就说等一下吧，路没了。还有一条，还有一条路，来，站到沿着我这个线直走。走，我先走喽。啊！抱怨你个啊！嘿嘿，快走。没事，还有泡泡糖呢。哎呀，小燕子，你站着茅坑不拉屎，你干啥呢？哎、小燕子，你走，快走，我在看呀，快走，快走。快走，八哥！第一名让小雨姐姐抢走了。狗狗狗，你给我下来！来喽！哟吼！哇，小雨姐姐跑得那么快，嗑药了吧？那又怎样？默默马上就要超越你们了！呜，加速度，默默！哎，胜利近在咫尺，近在咫尺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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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让地瓜抢先了，这怎么行呢？那我这大神的称号岂不要拱手让人了？啊！喂！喂喂喂喂！走喽！哎呀，我操！啊！完犊子喽！掉了吧，掉了吧，掉了吧！为啥这个作者重新要设置这么长时间？有病！哎，这一关防守关卡，兄弟们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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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不快来了，兄弟们，赶紧保起咱们的保护点，把那边挡住，那边上边。哎，咋我跑这儿的？我怎么干啥？小燕子自己掉下去，怪我们呢。我慢慢的堵了，还不堵。哟，拖把哥竟然超越虎妹子了，不简单呀！哎呦呦呦！哎，八哥怎么穿过来了？妹子，恭喜恭喜，拿下第一！一直超越，知道吗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大神一滴血跑酷，主播都……啊，主播都怎么了？哎，小伙子就非常懂事，哎，让我们自己想。主播都新的一年新气象，财源滚滚。哎呦，哎呦，小伙子干啥去？小伙子，哎，这啥东西啊？挡屏幕挡。这小伙子拿个菜篮子，小伙子这是要去买菜去啊？这要是卡成这了，能买上菜呢？默默给你买去吧，我们走，帮粉粉买菜去。哦，粉粉，大白天你怎么就睡下了？哎，我先走了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这小子怎么又追上来了？啊！嗯。
不能让粉粉坏了我们的节奏，我们要贴着边边走。哎，成功是成功者的墓志铭，兄弟们这一波非常的拿捏。哎，看粉粉追上来没？没有，粉粉怎么这么慢，又这么卡的啊？卖菜的小伙子居然跑了第二名啊！他这么卡都跑第二名，后边的粉粉在干什么吃的啊？干什么吃的？我来接接你，接接你。哎呀，小伙子真棒啊！大哥，你搁这练武功呢？你才练武功呢，还不是为了救你啊？你们是在救我？对呀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惊喜的愚钝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。哎，实践，去你的箭头！哎呦喂，大爷好商量啊！我的第一名被这个电灯泡抢走了，快走啊！一个，快走！可恶的骷髅，等一会儿回来我再收拾你。哎，不对呀，按照这个节奏的话，我们怕是啊，那我不就给他垫背了吗？我吐啊！谁让你走我前？谁让你走我前边的？气死我了！不行，我们要等一下。哎，没事。哎，快走！哦，默默。一切都变得平静了起来，我们接下来这一关稳住心态。哎，你看他没稳住吧，我们稳住后边的关卡，哎，咱就过了。一滴血，一滴血，我咋把这个给忘了，早知道我就跳复活点上了。前面还有两个纷纷，我们还有机会。默默，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摆烂，越不能掉以轻心。哎，咱们跳到复活点上。哎，那是，哎呦，这个粉粉帮咱们把路探了。哎，那咱们就顺着他的节奏走，这咋走呀？快来粉粉，快帮帮我，怎么走？看什么看？快走快走，快点呀，等啥呢？等发工资呢你？你先，我先来。默默，你真是一个大傻。天天都需要你的爱，我的心思啊，我的慢点哟。天天都需要你的爱，我的心思让啊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个庙，庙里有个默默跑酷贼拉墙，兄弟们。哎，好，咱们现在再一次回到了冠军的啊，咱们现在再一次回到了冠军的好位置。哎，不过为什么地图上有一个绿点飘在左边，什么意思？不会粉粉又作弊了吧？我吐了。大哥，我静静的看着你呀。大哥，静静的看着谁呀？哎，我丢，这不是买菜那小子吗？哎，你什么时候跑到房顶上去了？大哥，我就静静的看着你啊。你还想看我？我给你个大嘴巴子我！啊，兄弟们，有内鬼，终止交易！老家让偷了，兄弟们啊！你还敢拿雷炸我？你是不？小瑞，可别把路走窄了。哎，今天这一趟又白跑了。